咖啡哦，咖啡哦，喝一杯浓浓的咖啡哦。大家记得来看我的演唱会 ，Yeah。Yo, what up? It's Razor Bob 啦。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He has released more than 40 albums and 400 songs in the past quarter of a century. And in recent years, the veteran singer-songwriter is dubbed Asia's Simon Cowell. You can't sing. Well, I think I can. So I just think you should give us a chance. Girls, we have weeks, not decades. After having sat on the judging panels of some of China's most high-profile reality singing contests. If you wonder if Eric ever feels bad about being known as a poison tongue, his answer is a definite no. 毒舌这两个字已经成为所有的评委的一种统一的称号。比赛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淘汰掉一些歌手。那这些歌手都会有一些年轻的支持者。那支持者他总要找到一些发泄的管道。那我们评委只好被当成发泄的管道。有没有试过就是节目现场有参赛者是在听了你的那个评语过后是真的哭的？当然会，他的哭有很多原因，有些是觉得很辛苦很难过所以哭了，有些是觉得做得不够好所以哭了，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比较多。有没有试过就是你在给了一个评语过后要补网要补救？从来没有，没有，从来没有。Many call the controversy-plucked singer-songwriter a braggart. Does he also find himself bragging too much? OK, 自夸方面，你觉得你夸的最严重的是哪一次？我挺帅的。有一定的根据啦。因为我是一个充满了信心的人。比如说我做完了专辑，人家问我说专辑做得怎么样，我说很好。那可能有些人听了就不顺了，你怎么可以把你自己说得这么好呢？但是我觉得我做得这么好，我当然跟你说好，难道我跟你说不好吗？不好的话你连听都不想听了。我也觉得有时候是真的是我自己太夸了。一定有也有不对的时候。但现在都修过来了。 OK， 在音乐方面你肯定很有自信啊，在育女方面呢？育儿育女挺有自信的，就那是当然了。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是他最大的靠山，要让他相信你，让他能信靠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不能让孩子的心里面觉得孤单。我也时常跟我的女儿说，我说不管你以后做什么，你走到哪里，你碰到什么困难，我爸爸是你的最后一堵墙，你一定可以靠着我。对，要我觉得要给孩子这个信心。你会对他们挺严格的吗？该教育的就要教育，不对的地方一定会告诉他们，但是不见得，一定要脸很黑啊，或者是声音很大，不用的。我觉得小孩子听得懂。Eric's two lovely daughters will also be joining him in his 25th anniversary concert at Singapore Expo come July. 我会多唱一些早期的作品。因为我回来新加坡开过三次演唱会，每次看完演唱会都有人反映说，哇，这个歌没有唱，那个歌没有唱，所以我这次我就尽量。In the next part, Eric tells us why he enjoys poking fun at fellow Malaysian singer Gary Chow.